Imperial Kiln Museum brings to the forefront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kilns, which are a local tradition and local history in China, in that particular locale. And it's somehow devolved itself, the shape of the museum, it derives from the vaults of the traditional kilns.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呢是建在那个御窑遗址边上，是在老城的中央，就是它历史的这个街区里边。这里曾经是，特别是从明代、清代以后，就是皇家的御窑。所以我们看到对面的遗址啊，就是御窑厂的这种遗址。那这个博物馆呢，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专题的一个主题博物馆。 它主要就是为了展示这些从御窑出去的，或者从这个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御窑出厂的瓷器。 所以窑可以说离不开砖，那么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砖，而且在景德镇还有一个传统。 就是它的建造传统，就是人们会把这个老的柴，就是这个柴窑拆下来的这个废窑砖，和它的新砖混在一起去建造它的房屋。这种这是一种建造传统，持续了上千年，两千年在景德镇。所以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生态概念，它把不用的我们称之为无用之用，把废弃的砖再重新的 建造成房屋，然后这些房屋被拆了，又再被重新建造。所以就这样的不停的循环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砖对景德镇来说有多重要。比如说到冬天，景德镇很冷，那个小学就会挪在它的附近。有的时候在寒冷的这种冬季，学生就会拿一块这个压窑砖放在书包里，就可以熬过大半个寒冬。所以砖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我们通常理解的一种材料，它实际上是承载了景德镇人的一种生存智慧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它是文化里边的一种 DNA。 所以这个建筑的建造呢，砖的尺寸，然后砖的砌筑方式，完全是 这个工匠们在暖窑时候的这个做法，所以完全来自于这样的一种启发。但御窑博物馆，我觉得非常革命性的一个做法，就是它突破了这样的一种瓶颈。那这个瓶颈是通过砖，我觉得只有砖有这样的优势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发明了一种，就是可以说就像一个可变的一种， 就像有生命的，就像有很多触角一样的这个脚手架，它撑着这些模板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在地下有一条轨道，就像我们今天这儿有一条轨道，它可以随着它的运动，长轴的运动，它可以伸缩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从小到大，从大再到小，而且呢，这个曲率，这个拱这么大，也可以到另外一个拱就变得更小。 所以可以说，它还是在系统的基础上去进行建造，但它的结果是复杂的，是让人意想不到的。因为人们看到这个建筑，就觉得它非常特殊，每一个空间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就有一种行走的欲望，因为这个空间大，然后我们再到另外一个空间又小，它是半户外，再进入到一个更小，所以人们只有在这种 变化中的这种空间里，它才能真正的去行走。